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燃烧吧少年马上就要开播了，我现在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，还有点忐忑不安，因为不知道节目播出之后大家会是什么样的反应。另外，从每周开始，我都会在这里上传我的视频周记，与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在电视上看不见的我。那我们就相约每周不见不散，拜拜。